鬼弟哦，你讲白贼吧，讲惯事啊，只要卖仙女就好啊。而且，阁有正常咧做你的靠山啊。这同事要安怎讲，咱嘛袂要紧。真正是搞袂见效的。夫人，卖叫我。你表面上叫我一声夫人，私底下一定真讨厌我。哪呢？敢有需要伫我面头前这样假身啊？曾思思，虽然正常哦，真信任你，啊，不过你放心，只要有我伫的，我绝对哦，袂让你继续到你的公司哦，这样摇摆。夫人，今天我讲的话你听袂落去，那呢，你想要安怎做就安怎做，我先来保养。等一下，我才两面两句啊，你才想要逃走？阿是你阁想要走去郑雄面头前斗啊？曾思思，你想要变什么出头啊？我早就看透透啊！我即马就来去找郑雄，甲伊讲哦，拄只你嫁好人的代志啊，让伊较早看破你的下手啊，甲你赶出去公司啊！还有，我即马无想要伫公司看到你。你即马去仓库，给我搬一箱口罩，直接送阮家。夫人，是的，医用口罩已经卖完啦，仓库无货啊。哪有可能啊？公司口罩这么多，哪有可能一个拢无啊？我已经查过啊，仓库敢若剩工业防尘用的口罩，啊，不过你若是想要用来预防病毒，还是无效的。哪有可能无效？拄啊好哦，阮家咧装潢啊。主要工业防尘口罩，你即马你甲我找出来，直接送阮家。是，夫人。无问题，我会甲我秘书哦，研究你传来资料，啊，看这淋水调动是免怎处理，我会赶紧甲你讲。好，先安尼。你若无伫厝，你顾文珍，你走来创啥？郑雄啊，你身骨哪这么凶啊？你害文珍安尼身躯顶也无钱，信用卡甲天掉，连要领一杯咖啡的钱都无。啊无你是要家己关到破病，你才甘愿信？伊若莫走出去，夹用伊着钱，你嘛想讲我唔知影？伊昨暗走出去啉烧酒，啉到醉嘛，忘记倒去厝个，敢唔着？你哪知影？我哪会不知影？迄警察报纸无顶尔。我一透早接回军咯，就敲电话聊一片啊啦。你哪会让伊走出去啉烧酒？万一若是去了啥物代志哦，还是要安怎？所以江慧君真正是竟然逃到郑雄家来。这文珍哦，既然不知通判刑，那我就不爱退让啊。我要严格执行，你若关在厝内，我会出去，安尼才会学乖啦。熊，阿你嘛知影无？文珍甲佳瑶分手，哎呦，这心情一定真郁出来啊！你应该回去外口安尼细细看看，这心情才会开。啊，你即马改信用卡天掉，还去酒吧无阿多刷卡，才有机会哦，和江慧君哦，在你的面头前啊，讲咱家的是非啊！哎，这代志是文珍惹出来，你搁好意思怪别人？好了好了，我知影是我唔对啦，我甲伊回失礼啦。郑雄，你着放文珍一条生路好不好？我拜托你啦。我决定代志哦，我袂改变啦。郑雄。好啦好啦，我公事我该处理的啦，你赶紧去厝哦，甲文珍顾好掉啦。啊，你找时阵哦，时阵甲曾秘书哦叫你来。我有公事，要甲伊研究啦。事事无你的位置啦，你有啥物代志？甲我讨论嘛是同款啊。我嘛是公司的董事啊，我都唔相信哦，我会输乎一个秘书。事事无你的位置，你是去叫伊做啥物代志啊？啊，若无你哪会知影伊无你的位置啊？伊即马一定是感觉真见笑，
所以哦，我就叫伊去仓库找一个口罩，甲面哦绑起来呀。你哪会用安尼做啊？是文珍迫害人的家庭呢。这件代志已经足见效的啊，我都无明去见思思啊。你去找思思的麻烦，就受你这款的老母啦。这文珍哦，伊再无就得着教训啦。只不过是叫伊提一个口罩尔，敢有这尔严重？你做坏着公司的运作，敢无严重？即卖公司的货运量突然间增加足济，我急要找只秘书，要研究人事调动的问题。你煞找思思去仓库搬物件，你敢会想过超过啊？我唔知影代志会这么严重啊，无我即卖打电话叫思思回来吼。免啦，我家己扛。安总，思思不接电话哦。正雄，啊，你哪唔讲话？你要去倒位啊？我要先告诉伊啊。正雄，正雄，拍摄，借问一下。郑秘书啊。哦，你好，我是要找工业用口罩，伊放在倒一区啊？工业用口罩啊？哦，你库存一区啊？安尼你先无用，我家己找就好啊。多谢。啊！就胡林讲的啦。哎呦，伊真正是哦，够超费啦。拢找一个有诶无诶，要来一个互你做。啊，等机会要修理你，我正对你哦，感觉都实咧。总经理，你无算安尼讲啦，这毋是你诶问题。以后胡林哦，啊要找你做代志哦，你得卖啥物？啊，若啥物代志，你尽来找我参详哦。不要紧啊。毕竟夫人是为着家己的查某囝，才对我安尼啊生气，我会当了解，我袂放在心肝顶的。好啦，安尼你跟我回去办公室，我代志跟你商量。总经理，小蛋姐，我先把迄口罩摕落来。啊，不管怎讲，拢是夫人交代代志，我一定爱完成。而且领导最近在装潢，真需要口罩，我爱先摕落来。哎，你讲我到底装潢，还是夫人跟你讲的？是啊。看总经理的表情，是不是胡林在骗我？你讲的口罩是不是在顶管啊？哦，是啊。我帮你摕。总经理，唔免啦，我家己摕就好。不要紧啦，我摕一个就好啊。哦，卡细滴哦，我家己付的。不要紧啦，总经理，我看你还是留来好啊，我请仓管来处理啊。不用啦，我搬一个好啊。我是打电话叫救护车，振雄，我这是杨氏物流，我需要一台救护车，才有人受伤昏去啊！振雄，你怎么唔当出代志啊？振雄，你有听见我讲话吗？振雄，你，振雄，真的，爸，神错了，那你火龙送回本意啊？
拢是伊啦！恁爸为着要替伊提口罩，一堆老水丁名，你写落来，即马规个人马昏不醒啊！曾思思，你到底给郑雄吃什么苦啊水？是安怎伊安尼处处威胁你啊？你即马是安怎？你讲话啊！我妈你跟你讲话都不听！你到底要安怎？在坑帮我耍？刚才你骂老公，我敢怀疑你在干嘛去了？你较冷静了好不？即马总经理什么情形，还佫唔知影？你莫出错咪？什么人冷静啊？郑雄若是有甚物三道两底，我绝对袂帮你耍的。即马环境是安怎？你是李进雄先生的家属。我是李太太，我先生伊即马安怎？经过检查，环境是最真悬的所在剥落的。虽然无伤到头壳，啊，毋伫瓦砾的作用之下，导致伊的内脏破裂，即马造成大量出血，需要赶紧帮伊输血。奶奶，你赶紧帮伊输血啊！不过，伊的血型是较少人有的 Rh 阴性。目前，阮病院的血库并无库存，需要去其他的病院调血，可能要耽误一挂时间。Rh 阴性，恁病院遐尔大间，哪可能无库存？恁即马若袂付输血，若是耽误着阮爸黄金治疗器，阁是损伤我膝盖残，你阁袂去？歹势，叶慧英真正就罕咧看的，所以医生，我会用的，我的血型是 Rh 阴性血型。血型嘛是 Rh 阴性血型，那遐能多好？你甲黄家有啥物关系？若是近亲输血，会可能血液无法度自行辨识，造成黄家输血了。会造成排斥的并发症，到时阵严重会造成死亡，所以阮无建议家属输血。医生，我唔是家属，我无这个问题。安尼好，你即马对我啦。好，袂用诶，袂用输血好正常。妈，有啥物袂用诶？因为，福林，我知你真讨厌我，啊，不过即马状况真正足危急诶，万一耽误着总经理的黄金治疗器着害啊！我跟你保证，我以后绝对袂提这件代志来找你讨公道，请你给我输血给总经理，好不好？医生，行。不要就是不要，郑雄就是因为你才变成安尼，我不准你哦，输血给伊啊。胡林，妈，拄只医生怎讲啊？爸即马是内脏破裂大失血，状况真严重，若是唔输血，太危险啦。啊，你都，胡林是思思害爸的，那咧，就给伊输血给爸爸，给伊负责就好啊。绝对袂用的，拄则你无听着医生讲，伊若输血给恁爸，会害恁爸产生排斥啊！迄是近亲输血才会安尼啦，思思也毋是爸爸的什么人啊，哪有可能有排斥？我的意思是，总讲一句，我就是讨厌伊，我无想要看到伊，我不准伊输血给恁爸。真思思，你今晚马上给我离开，你给我走！医生。我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不管开偌济钱啊，我拢会用的。你给伊包掉去，你紧紧叫我先生啦吼，我拜托你啦。好，我即马出去。你搁徛伫遐创啥？紧走啊！走！听着思思要输血给爸爸，妈的反应敢会受大？明明就遐尔要紧，爸爸是安怎要拒绝？拄只银行有打电话我，讲陈秋凤迄间厝目前已经到拍卖的程序啊。也毋过即届我无拍算卖表，要等到第二届我才要出手。阁有必要为着这小块钱自找麻烦啊？当面告忘啦。但是这期间呐，有什么变化，啊，你不是自找麻烦。啊，你放心啦，迄间破厝哦，只有地上权，无人想要买。所以哦，咱就耐心等待，到时阵哦，看陈秋凤厝去用拍卖，啊，搁要排这步下着，安尼敢是真爽快？
还是别太过大意啦，哈、啊！这一切啊，要较斟酌的啦。嗯，我知啦，你免烦恼，没有问题啦。嗯，我还阁派人去监督，安尼你会当放心啊吼。去吧。爸，什么代志啊？俺公司的新品行销计划已经做好，你看一下，看有啥物所在需要加强还是修改。这个客户也袂歹，看会出来你真用心啊！啊，陈浩哦，知影你对伊期待啦，所以最近哦，伊种真认真咧参与公司的业务啦。所有员工拢讲哦，咱杨家总算有一个真有才情的接班人啦，无参像恁大姐的查某囝啦，名声哦是臭到规公司拢知影。安怎讲啊？文珍伊嘛是你的外甥啊。你做阿金的人，若是讲到伊的代志，就敢那外人同款在看笑话，敢有一个是大的款啊？嗯，阿姨普通时啊，敢有把我当作是大，尤其是恁阿姐，大家拢讲什么我含万嫁囝，但我伊家己嫁出来查某囝去做人的小三，爱着有某的人，我看伊以后母仔囝看到我有啥话通讲？文珍以前是跟有某的人做伙啊，这个代志啊，伫咧外面已经母甲名声拢臭起啊。即摆恁高张啊，我拢无让文珍去公司上班啊。你家己啊，这段时间较注意下啊，管理好你家己，莫甲恁有事啊添事端，知影无？好啦，我知影。李白。总裁，什么代志啊？有一个记者不知对倒得来消息，打电话问咱杨氏，是不是有甲承办电子民事业务的官员做伙食饭？伊怀疑咱要利用关系去关税。这个记者知影偌济代志啊？我别甲闹话啦，也毋过伊啥物都唔肯讲。目前我嘛唔知影对方到底正偌济。也不过遐个官员真惊代志，交代讲最近袂当阁见面啊，啊，翻平的代志嘛爱暂时按下，叫咱等这段风声过再阁讲啦。你是安怎办代志啊？啊，这顶级民宿，这真无简单，有小夸进展，竟然想到风声。总裁，我做代志一向拢真细腻，这绝对无可能。是对我才泄了风声出去的。嗯，你看阮陈浩要创啥？伊啥物拢唔知，你想要侮辱伊哦？是啦，我唔是讲少爷，我只是想到少爷最近甲想甲高分那遐人袂歹，唔知是毋是甲对方咧讲话时阵无小心讲到口去。虽然讲话人无心。好听的人有意，其实你唔免安尼踅来踅去啦，你就当直接讲是我就好啊，让我做你的替死鬼啊，安尼唔是更加简单哈？小爷，我无这个意思，你千万唔通误会。这个代志只有咱四个人知影啦，叫你屁屁吃一顿饭尔，记者哪会知影？你讲看卖咧，三太，你对不对？我要听陈浩伊家己讲。爸，所以即马恁嘛认为是我？咱四个人除了你，阮三个人的立场，一个态度拢是同款的。对。我之前是有反对去电视民宿的代志，也毋过搁再安怎讲，我嘛是杨家的人，我哪有可能无法度分这代志的轻重？也搁有啦，
这么秘密的代志会泄露出去，嘛有可能是承办官员那边的人啊。哎，对了，陈浩讲的嘛有道理啊，嘛不一定是咱啊。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只要是有任何利益关系的人，早来拢已经讲好势啊，万一这代志若泄露出去啊，因的乌西婆啊，哪治袂掉。 可就有可能会去食免治饭啊，因绝对无可能安尼做。就算不是因，也是有其他的人啊。爸，你想看嘛，这个计划已经有真长的关系嘛，而且媒体嘛一直对咧看。哎，对了，陈浩讲的对了，凡正哦是迄个记者超工的老话，看咱家己哦是毋是无细腻，讲出去想要知影的代志啊。 所以哦，我感觉即马上吊的代志哦，是咱袂当安尼家己自乱阵脚，红了就破绽了。是啦，对，妈讲了无毋对，无参像的人，家己无迄个办事能力，就想要无力别人。安怎？上好讲的讲有毋对啊？你无证无据，就敢乱伊压去？你哦，目睭白啊金的啦！ 伊是未来杨氏的接班人，哪有可能做出反叛杨氏的代志啊？三太，我早就甲你讲过啊，你大不计上哦，用张副总想老算盘，无一项代志办成功啦。总太，请你相信我，我真用心咧办这件代志，这真正是有人背后咧创空啦。好啊好啊，你两卖冤啊，刘副总，明仔载啊。 去拍卖会场投标，赶紧甲陈秋红伊的厝买落来。玄总啊，咱毋是讲好啊，要等第二届才要投标。为着片面手段啊，也是赶紧家己的厝啊买落来啦。啊，千万唔当啊，为着伊小可钱啊冒遐风险。万一伫咧拍卖，这是合法的程序，有啥物好风险的啊？我就是想要看到陈秋红伊搞造后悔无？ 让伊知影，咱有心是也会去的。真正要必要为着迄一两百万啊，把咱的开发啊，规个毁掉啦，啊！而且即摆记者拢知影，为着片面手段，啊，咱一定爱甲这风险降较上低。刘副总，明仔载得去处理。是。请徐总裁，咱要开偌济价钱？ 目前银行估起来是起标价420万啦。好，就交420万。谢。 到即马拢无食物件，一定真枵啊！先食一罐物件，只枵一下。你哪会在地下？我毋是叫你走，你还叫你搞病，陪我挂袂走，你打算想要安怎？我是总经理的秘书，即马总经理发生意外，我回来接你，唔到底伊身躯边替伊处理代志。免讲遐尼好听，正常就是因为你，才变到安尼。 本来我有一个好好的家，自从你出现了后，我就无好你这头个过。文正即马无头路，搁害因爸乖伫咧厝，你害伊害到无够凄惨，即马搁要害正常。我无害总经理，严格讲起来，总经理会去仓库，是因为你要我去摕口罩，毋则会发，毋则会安怎？你即马要甲所有责任拢算我遮来是？你干你妈敢款啊？家己衰哦，敢要怪别人啊？ 你妈死之前，是不是跟你讲啥？所以你才调高伊要来接近阮一家人，想要来报复我是？报复你？当初你若只是手找阮妈妈的男朋友，我敢有需要为着这小可代志来找你报复？还是讲？
当初你真正对我妈妈做更加超过的代志，你即马才会遐尼惊我。敢讲我妈妈雄雄过身的代志，真正甲你有关系？你莫甲老爸讲，是你妈家己杀死的，啊，不是我杀的，关我什么代志啊？那你即马到底是惊啥？就参像你讲的，我妈妈当初若只是无细里下派你的手款，你应该讲我爱赔偿你才对。那你即马反头过来讲？我是要替我妈妈报仇的。你今麦是安怎会安尼惊我？我哪有惊你？我只是我。曾思思，你好呗。我爸爸今麦还搁伫咧内面，等输血。我妈妈心情就乱，所以无说你讲着话。我是真有可能的代志，你敢有需要一人两言语毙，穷追猛打，给搞什么成年旧事？行，你这医术有 RH 阴性血型已经上来了，我即摆马上安排退开刀。医生，那还多谢你，拜托你，拜托你哦。医生，多谢。喂，李处长。哎，是，我知影，啊，不过即马临时出一挂状况。嘿，喂，喂，喂，我家搜寻不好，你稍等我一下。文珍，我来去洗手间整理一下吼。我陪你去。啊，唔免啦，你留伫遮。啊，万一若是有啥物状况，你留伫遮，我家己去就好啦吼。嗯，好。妈看起来足不安的呢，就算伊是烦恼爸爸，情绪敢袂受过激动啊？敢讲真正参像思思讲的。我是咧惊啥？也是讲，伊有啥物代志暗藏起来，不想要让别人知影。你妈妈找我麻烦，就是事实。我只是实话实讲，我妈妈当初若卖离开恁爸爸，怀生今仔日就袂有遮温温婉婉。你讲，你妈妈跟阮爸爸，因是大学同学，因是班队。恁爸爸真爱我妈妈。啊！那你妈妈跟伊是同班同学，阁是亲弟，我相信伊嘛知影。妈讲过，伊唔那一摆，好思思伊妈妈钱啊。妈妈唔是迄种会施舍敌人的人，伊安尼做，一定是心虚，还是讲有啥物把柄落伫思思伊妈的手头？而且妈一听到近亲不能输血，就马上换对思思输血给爸爸。近亲输血，是啊，那遐尔多好。台湾有同款 RH 阴性血型呢，只占全人口的千分之三呢。思思竟然跟爸的血型是同款的，怎么受过考核啊？佮加上妈的态度遐尼奇怪，刚刚袂，无可能是安尼，绝对无可能。
你今麦到底是咧创啥？你敢知你安尼做后果有偌严重？万一代志真正参照你所想安尼，就算是安尼，我嘛无法度欺骗家己。既然有离婚，那呢，我就一定要知影真相。你好，我想要提这亲子鉴定报告，急件。好。江文姐。哎，南川浩。哎，真久无看呢。啊，就是你的男朋友。对啊。伊就是我的男朋友，啊？啊，不是，我就是伊的男朋友。哦，你实在真伟大呢！我来这代表全台的男性，跟你感谢，感谢你的牺牲，感谢你的付出。麦克，杨承浩，你莫想我。真是欢迎哦，麦克起卡动手。伊是幼师集团的人啦，唔免猜。哦。哎、欸，你想要做？要代表恁杨氏来俾阮斗，安尼咱会徛敌对边呢？因为我嘛姓杨哦，我嘛是百般的无奈，所以我今仔日用派来监督这个拍卖。要唔过我人在朝林心在汉，我的心永远拢甲你徛共票，绝对袂改变。哎，吴先生，你唔是讲真是欢迎，无是阿廖咩？哦，你的男朋友食醋，叫我面膏罩就用啊。面膏罩。你唔免再赤裸裸来告白啊！你的女朋友像是刘嘉纯呢，你当然来变个走，你想要走也走袂去啊！杨承浩，好啦，我卖甲你讲生笑啊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我甲嘉纯姐啊是有革命情感的，没有男女之间的感情。是啊，你无少甲当作是正常滴啊，伊哦是想要六小八六无啦，好 out。你即将戳中我心中的痛处啊！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，到此为止。是讲法拍的时阵，老婆受原屋主干现场啊，恁两个来不创啥？本来啊是想要亲目睭看卖，是对一个良心有够薄气的人，甲阮兜飙走。迄个良心有够薄气，甲恁兜飙走的人，就是阮杨氏集团啊。嘿，阿公阿妈有讲啊，你迄无良心的老母放话讲哦，要伫第二届拍卖的时阵，用搁较低价销来买。想要改变主意啊！第一排就细汉啊！因为阮爸惊节外生枝，所以伊想要较早完成这个收购案。嘿，你真正你先看到阮兜安尼往买走，甚至是规个高分啊，陷于危险哦！我也是真的很不忍心啊，但是我就是无法度。无彩哦，你是恁爸唯一的好事，杨氏集团接班人，算你无路用。卖讲你尴尬，我家己爸更加是安尼。那他新增成功啊！哎，搁站起来呢，姐夫，姐夫，应该不是啊。小雅，看起来我并无玩弄你啊。你甲高分的人确实感情袂歹，连我硬要拍卖，嘛带因过来。张副长，你莫一直想要甲我拗啊！我今日从前来，就是想要看卖你今日做了什么代志，想要落来我的头壳顶，所以今日才来看你。那讲着因啊，我实在拄着，真歹势。哼，王家林，真正唔知影死活呢，拢已经落魄到厝边，互拍卖啊，搁有心情来这看人？赶紧当个行李款款的准备搬厝啦。这样的，哎，小林哦，应该很看不得，我来不得，我来，哎，好啦，我说为了这款人生气啊，就要开票，咱赶紧入去。暗号11952，新北市瑞芳区多金路91号，第一次拍卖程序开始。
到今日，哪够有别人来投标？加在总裁有见解，反而我第一届拍袂倒，还过来投标。也若无陈秋鸿已经自动去别人标走去啊。奇怪呢，除了阮杨氏，还够啥人想要来标恁建筑啊？啥拢好，包恁杨氏哦，标走就好。怎么开标？杨氏集团投标金额是450万。百明明的讲420万，现在变成450万啊？450万呢？一定又是标走的啦。第二标。布拉德有限公司投标金额是1000万。由布拉德有限公司得标。这边有可能啊，那间厝根本就无这个价值，这边明都有问题啦。这间布拉德公司是倒来啊，谁来这么高的间价标恁的厝？而且这间厝，伊无土地所有权，伊敢有地上权尔呢？关系，规定不是恁游戏标到就好。我要求调查对方的财力啦。阿哥，那间公司是不是空壳的？有遵守拍卖定数无？最先是，标到人已经传好所有金额是台湾银行的本票，表明七天内完成所有的定数，一切都是按照规定。你若爱继续乱，我会叫法警请你出去，甚至请检察官以妨害公务罪来给你起诉。张副总，我看你继续留在这嘛，有啥物意义啊啦？你赶紧等伊吼，甲阮爸报告。你放心啦，我会甲伊讲你已经真用心啊，可以卖乖哩，吼。哼！应该，像你这样开心嘛？上好哦，是让恁爸抬头，挂出去游戏。叔官，敢那借问一下，那得标的人是谁啊？拄只毋是已经宣布过啊？啊，我是想要知影，金布拉德有限公司伊的头家是啥嘛？这间投标的公司是境外公司，在台湾并无登记，而且恁三个人拢无投标，那安尼更加无权利来过问这个代志。琼姐啊，我来给你倒三缸啊。嗯，我改来的哈。我知道你心肝啊艰苦，唔甘要这个厝啦。也不过你一个人嘛，唔是办法啦。还是我来给你倒下手啦。这间厝，我爸爸妈妈教我几啊十年啊！我就想讲哦，家己安尼偷偷款就好啊。我伫迄只，甲四个囡仔长大，这间厝哦，我规半世人人生的记忆。今日行到去，发现拍袂这个电话，我知影真侪人对我真袂谅解，讲我个性倔强，唔知影变通。啊，其实我嘛干那想要靠家己的能力，好好保护我的囡仔。尤其是我后来想想咧，就算讲我今日啦借着钱，啊时间我若无能力还，啊唔就爱叫遐囡仔搞倒三工。安尼我才唔肯，无给囡仔斗三工，安尼有准拄煞。我爱这个囡仔，叫我排这个债，安尼就害。心
情啊，我会当理解啦。啊，咱拢是做人妈妈的人啊，嘛好加再讲哦，囡仔已经大汉啊，你负担哦无遮尔大。即马哦，就等天公伯啊，什么时阵把这当变金啊，啊，还你一个公道啊。谢你。好。是个哦，九空小馆的扛棒都爱拆落来。佩蓉，你会记得吗？迄个时阵过年啊，逼我把迄个扛棒拆落来，伊个会登记什么商标，想尽办法，最后还是无法度达成。不过今日我是输啊啦，我嘛是爱拆扛棒，只是唔知讲什么时阵哦，我才会得摘掉重新个扛棒挂起来。你这个小风小馆哦，是咱家的人啊，就少年就食到即卖老店啊，你一定要坚持到最后一天的，等最后一个人去食煞，你扛棒才当拆落来。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听人在说那贵姓的人会想说要回来家里看亲人，可是说我如果搬离开这里，如果死到清明节的时候，志良会回来找我找无人，他是不是会了准说我这个做阿姊的人将他放下去啊？强子啊，志良哦，绝对袂误会你的啦！啊，恁家爹敢真正签掉？不管你去到倒位哦，志良绝对找着你啦！哦，那么辉煌，我有答应过志良呢。我该讲哦，我绝对袂搬离开家。我今妈咧讲话，我算话，我真正我绝对不去。哎呀，夏春，怕被逼迫安怎？是不是刘彪？王彪子？哦，那这个江慧君哦，明明就讲哦，第一天怕被无要彪，第二天才要彪啊，啊，今麦又随彪去啊？你误会啊啦！我相信哦，今麦江慧君是比咱更加受气。嗯，想怎？因为哦。咱的厝不是由是标起的啦，是一间叫做布拉德境外公司标起，而且哦，伊投标的金额是1000万的，根本就超过咱这间厝的价值。1000万？咱这嫁出来会当卖1000万哦？啊，你是不是有看唔对啊？那是当场宣布的，哪有可能唔对啦？我伫边啊，嘛听个足详细，确实是这介绍无唔对。我伫咧想哦，啊，迄个人是毋是跟我同款，对钱无啥物概念，不着去。哇，哎，啊，恁拄则讲啥物境外公司哦？哎，境外公司是毋是外国的公司？迄个意思啊？我有去查，迄间公司是开伫咧加勒比海上的英属开曼群岛。啥物外国岛啊？哎，你听起来敢离咱台湾足远个呢吼？确实足远个。一般来讲哦，因为迄英属开曼群岛无伫收所得税，所以有一寡好野人跳过一家公司开伫遐，想要避税，要唔过实际上公司无伫遐运作。哦，我是讲嘛真奇怪，遮尔远的公司，啥人要走来咱台湾高雄啊标这款旧厝啊？啊，一定是杨氏集团哦，得变鬼变怪啦！听讲伊是一个假公司啊，甲标走。要唔过，伊是派张天发去投标的呢，敢有需要阁用另外一个公司去甲介绍伊好管？而且迄张天发啊，伊知影伊无标到的时阵吼，阁差点甲换伊的人冤家呢，看起来不亲像是假。那呢，除了杨氏集团，
有啥对我这间厝有兴趣啊？那是叫我摇吼，应该是因为是平常时地是伤济人，阮乡人哦伤济，所以有人哦挑工要创地游戏，好杨三太歹看。对，家主讲的有道理。啊，为着要出一口气，开比市价贵那尼济一千万。哎，嘉纯，敢有法度知影对方是啥啊？啊，你免着急啦。我相信这摆游戏吼，别人哥还想要知影对方是啥，咱就坐落来豆豆等就好啊。我嘛想要知影到底是啥吼，这么勇敢有气魄，要公开甲游戏做对。啊，飞林官安怎讲？只要卖有诱拐人别走，我就继续安慰。嗯，好了，嘉纯，你去楼顶哦，把物件款款收收嘞，咱欢迎人来点招。哦。小心，给你打三下。喂。喂。请问是不是单曲红露宿？哎，是啊，咱都去找啊。我是恁这间厝的新的买主啊。我靠这通电话来，是要跟你讲，恁别搬厝啊，会当继续住来。哎，为什么啊？每月工啊，我会叫律师，你跟恁签租赁合约，对不对？喂喂喂，嘉纯啊，嘉纯来来，紧来，干妈妈看有法度回拨无？较好，拄只卡来迄人，紧来。哦，像这是啥啊？啊，今仔日激动啊！我嘛唔知是啥啊！啊，这个人就是标着我这间厝的人啦，伊叫我免搬，讲要甲厝租我呢。我做了好看的代志啊！要用这么悬的价钱去甲法院标厝，佮讲我叫你免搬出，要继续租你厝哦。哎呀，琼姐啊，你真正是好人有好报呢。妈，无好度回报呢。嗯，对。哎呦，啊，迄人用变声器，又是超过伊娃娃听出伊的声。啊，这个人哦，我一定有识识，伊唔知安尼做。边个走？你是不是叫恁爸爸甲我斗相共啊？无呢，阿姨有甲我交代啊，所以我无甲阮爸讲，阮爸根本就唔知影这件代志。那你是谁啊？啊，咱实在会当提出一千万的人，啊，无几个啊。这个情形，我哪会感觉足熟悉啊？啊，之前哦，阮九凤餐厅的店面嘛，互买去啊。阮就咧惊讲吼，对方会袂租阮。啊，结果阮就接到电话讲，对方愿意租阮。新增成功啊！哎，够真实嘞！姐夫，姐夫。妈，迄拄只迄电话声音，你听到有参像成功的声？我唔是跟你讲，伊用迄变声器，我都听袂出来啊！啊，啊，不管安怎，啊，大家会当继续在经营厝，阿姨们当继续做生意，安尼就是一件大家欢喜的代志。参像这款啊，目一年就为失去变作是得着，人生的逆转胜，真正让人料想未到。咱家好庆祝一下，庆祝。对对对对啦，来爱庆祝，爱庆祝。好啦，阿婆，我去叫我来用过啊，做庆祝。好，我去叫，我去叫。妈，你在想啥？无啦，我无在想啥。我只是感觉怪怪。阿爸这间厝的人，伊先来变安尼做，来做对伊来讲，应该是无好处啊。阿是嘉纯，对方是不是有啥物目的啊？丁副总诶，唔知去法院即摆安怎有甲厝买落来无啊？你放心啦，啊，除了咱有啥物已经破厝啊？我嘛是你啦，啊，着去买投标，参照单区房迄间啊，条件遮尔歹的厝哦，第一届咧拍卖哦，绝对无人去标的啦。李白，总裁，安怎？
是不是参像我讲的，第一届投标拢无人啊？是啦，是。嗯，啊是安怎着讲？啊，是。伊无标着啦，去别人标去啊。啥？去用标去？刘铁文，你是不是无照我甲你讲的？用比底价更高的价钱去标，啊？我有啦，也不过对方的标价写到一千万，我哪有可能拼会过啦？一千万？啊，是倒一个少年学袂出价啊？是超人乱的啊？对方到底是什么人啊？竟然敢作对啊？迄个人无出现，伊上次伫因属开曼群岛的公司去标着的，自头到尾根本就无看到伊啊。啊是陈秋凤，伊超工找人来对付咱。伊无迄个坐着啦，若是有啊，厝底要互法院拍袂啊。这个人啊，绝对是来针对咱的，拢互冲空啊。总裁，大事唔好。是阁有啥物代志啊？啊？这本周刊内底有公司的新闻，是总裁甲总经理甲国安机兵互记者翕到的相片。餐厅是你安排的啊！你跟我讲绝对袂让人发现，结果嘞，拢去记者拍到啊！你讲，我是派人去调查啦，是干要调查啥？你一日一路拢跟我讲，这记者只是来留话尔，结果嘞，啊，这摆这是啥？我吃的拢是饭桶是吗？啊！我嘛唔知影谁来安尼啊！丁副总，你搁徛伫遐创啊？搁唔见伊找人查清楚到底倒有出问题啊？啊，是，我随伊办。啊，这个开发案也是无得完成的，我只看你要安怎甲我交代啊。现在这个新闻曝光啊，相信有很多官员都头壳都摸在烧了啦，应该也没人啊敢替这个开发案抓副案啊。安尼上好啊啦，就算琼阿姨的，伊若叫人标去哦，伊嘛是无利可图啊，只是增加伊的损失尔。哎，琼阿姨，这水哪里来的？来，下坐下坐。大嫂，啊，我来这吼，专工要甲恁说多谢的啦。说什么多谢？啊，都我唔正想想想咧，阮所识识的朋友内面哦，都干阿你才有迄个才调，提遐尼侪钱出来去标我迄间厝啦。吴正群，我确实是真佩服恁的。拢无出声，就伫哦杨三太发现进前，你就甲厝标去啊！即摆杨三太哦，一定足生气。阿姨啊，迄厝哦，毋是发标的啦。哎呦，演技袂歹哦，遐毋过我还是有看出破绽。郑成功，你莫毋承认哦，你今仔是毋是有去发现？别讲无，我有看到。啊？我规工拢伫咧公司咧。卖阁假啊，阁假就无行啊！凡走过必留下痕迹。啊，进前啊，阮九峰餐饮的租约，你嘛是安尼甲阮斗三工啊，步数一模一样，一看就知影是恁的 style。这个真正毋是阮啊。是啦，我对一透早，我就感觉公司的拢无离开过啊，哪有可能伫咧怀疑啦？遐毋过陈承浩拢讲感觉是你啊，啊是讲。你嘛有双胞胎兄弟？我妈她生我一个郑成功尔啊。不是丢当的，啊嘛不是恁，哪会
到底有谁跟我斗相共的，还是讲有其他跟杨氏有关系的人去表的啊？阿姨啊，不管是谁啦，啊，现在你感情问题马上是解决，这是好消息啦。是啦，而且哦，那是一个好消息呢。你看卖，这个厝被空了，开发都无可能结束的啊。哎妈，这根本就是神逆转啊！无得卡阿姑伊就安保庇哦，互咱继续伫咱家住落去。那是安尼就上好呀。迄个神秘的买主到底是啥？我乃感觉伊是有甚物甲我斗相共的。妈，别烦了啦，爸无代志哦。阿龙手术遐尼久啊，哪有可能无代志啊？恁爸那是有甚物反应？我嘛无想要我。妈，你莫有白想啦。李先生，我先生今麦状况安怎？李先生的手术真成功，不过伊失血的状况较严重，所以我暂时先带伊转去甲我病房观察两下，等会使探望的时间，恁再过伊来看。多谢你哦，多谢。我刚才无代志，无代志，安尼我得放心吗？正常都还袂死，你死咧靠啥？啥正事是？那我们今早啊，搁徛伫个家，好过嘛？愈看愈讨厌。我会当听到总经理无代志，我都放心嘛。即摆公司还阁有真侪代志，等总经理处理，我先等来交班，互其他部门主管处理。你想要做啥就做啥，规日哦，我就是无想要看到你啊。看迄个面就够讨厌，若是搁继续予伊留伫正常身躯边哦，早晚甲正常害死啊！我一定要想办法甲伊赶走。阿妈，你莫搁为着迄个扫帚钱来生气啊！文泽啦，我先回去哦，帮恁爸看一寡断伊的衫裤，你先留伫个遮，啊，等迄会客的时间若到吼，我再甲你做伙入去看恁爸吼。嗯，好。那是有甚物状况，爱记哦，打电话给我哈。我知影。哎，林小姐，你送去检验中心的急件已经处理好啊，因通知你会当去提报告啊。好，多谢你，我知影哈。我想要来看我的亲子鉴定报告，请问，结果是安怎？啊，你稍等一下。你送来这两份检体，经过比对了，确定无亲子关系。在，是我想想做啊。多谢你，我知影，但是，安怎？但是这两份检体基因有将近25%的相似度。什么意思？意思是讲这两份检体的受检者应该是同父异母，也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姊妹啊才对。啊，不过你做的是亲子鉴定，是不是你摕我的检体样本摕唔对啊？我用我家己的样本去甲思思做比对。原来思思真正是我干爸公母的姊妹啊！
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哦，你得欢欢喜喜给接受。无得看是阿姑在天顶啊，有给俺保庇啊。好啦，我再想想，跟你阿姑讲这个好消息。好佳哉，咱到老了，金窝银窝比不上我爱的小窝。哎，小川，阿玲回来啊！快跟你讲哦，为着要庆祝这间厝雨过天晴，阿妈伊啊专工煮猪脚面线要给大家吃。啊，你先伫遐等者，我入去烫个烧，再炒恁吃。没，阿姨若要吃哦，我给你改烫个烧就好吼。哦，小爸，若是看到迄神秘买家哦，我一定要买足侪水果给伊感谢。好佳哉哦，伊甲阮家安尼买落来，我才有机会看到你伫阮家等我回来，佮煮物件互我吃。我感觉我足幸福。你什么时阵哦变个这样温顺啊？阿妈讲，查某囡仔就爱较温顺，较有查某囡仔的款。小春，照你拄只安尼讲，迄神秘买家。是罗振群，不是罗振群啊！伊甲我讲，伊无去投标，我嘛相信，应该无可能会骗我。安那不是罗振群，敢会是优氏集团的竞争对手，也是讲是优三台元首良，巧搞会甲政府灭去？这嘛是有可能啦、啊，你对我想来想去哦。这应该嘛是伊心里头的美感。不管哪，这神秘买家就是要予尤三台歹看。不管是啥啦，啊，非得吼对我来讲，我一定会徛伫神秘买家这边。搁再讲啦，伊一出价就是1000万呢。哎，我想想咧哦，无缘无故，世间上没人有遐尼啊好康的代志。我看，咱去对方要签约迄天，咱再详细甲伊问好清楚。安尼嘛好啦，安尼咱心内哦较袂负担。伊是讲，咱这样是不是咱先去食阿妈煮的迄个爱心迪卡米苏？这你那有才啊！病院在顾恁爸，恁哪走回来？是不是恁爸有什么状况啊？爸爸代志，啊，不过我有最重要代志想要问你。什么代志啊？张春华甲爸是不是有囡仔？你哪会问这个问题？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无啊，当然嘛无。妈，你老实讲，因两个敢真正无囡仔？我讲无就是无。因两个人确实是有交往过，啊，不过因绝对无囡仔。啊！不过这份检验报告书顶头，不是安尼写的。顶头写，我甲曾思思基因相似度有25%，嘛就是讲。曾思思是我干爸姑母的姊妹啊！你哪有这份鉴定书啊？这份是假的啦！是真的，是我亲手去偷摕曾思思的简体，甲我的去测比对出来的结果。你想做咩？你做？
因为迄天伫咧病院时阵，我有发觉你对曾思思的态度变甲足奇怪，而且你阁无爱互伊关怀互爸爸。后来我愈想愈奇怪，所以唔才会去怀疑去偷摕曾思思的简体去做比对。妈，你老实甲我讲，你是不是早就知影曾思思甲明月是张楚涵甲爸爸的囡仔？妈，我是你的查某囝，不管安怎，我拢会支持你，我会徛在你的这边。啊，不过我敢若希望知影真相，所以你老实跟我讲好无？无唔对，思思甲明月确实是恁爸的查某囝。所以，就像长雄先生讲的安尼，是你为妈妈的手头把爸爸抢过来，当然不是。当初是张春华为着要跟我抢恁爸爸，伊就调高伊有心，咧偷偷把囡仔生落来。后来，伊就趁机会想要跟恁爸讨钱，我惊恁爸艰苦，我就温骂伊，偷偷摕钱给张春华。不料春这里弊病，因为张春华的死，突然消息啊，想怎样？说好你发现啦，对啊，之前你明明就跟我讲，张春华迄个人嫌贫爱富，移情别恋，是帮上爸爸的呢。啊，你哪有可能会当为着爸爸生囡仔？我哪知影？我唔是伊要带来的面堂啊！啊，无你看。伊交新的男朋友，到尾伊感觉恁爸爸较好啊，所以就想要反头转来找恁爸爸。张春华本来就是迄种哦偷花型的查某人啊，因查某囝甲伊同款啦。哎呀，哪里你想做买卡再甲我讲的啦？即马变成共爸共母的姊妹啊，小姐一个。查甫人呢？啊，传出去就歹听啦！我哪知影？你甲思思同款，甲伊着刘佳雅哦。啊，之前咱一家人，啊，离开美国遐尼侪年，不然我了准咯，咱甲遮个人拢无可能。想怎样？这个缘分搁甲咱牵做伙啊！当初我不爱让刘佳留伫个咱公司，就是这个原因。跟刘佳有啥物关系？当然嘛有关系啊！刘佳瑶就是娶张春华的查某囝，伊佫甲你有婚外情。即摆伊的查某囝佫伫个咱公司做你爸爸的秘书，我愈无想要甲伊牵嘞。结果你关系哦是愈不愈复杂啦，真是说甲伊妈同款啦，我愈无想要看到伊哦，我愈看愈讨厌啦。我即马才想到，我甲孙思思伊心机重的查某人有血缘关系，我规身躯都无爽快。哪里我就后悔，我想做咩怎样这个真相啊？伊甲我伤害查甫人就走，伊即马是想要来抢我伤害爸爸？袂用的啊，爸爸是我一个人的，伊袂当让人就走，绝对袂当让人就走啦！你袂叫人抢走的啦吼，袂啦。王真啊，你较冷静，较冷静诶。妈甲你讲，你一定爱忍耐。这件代志，只要你卖讲，我卖讲，咱保守这个秘密，就绝对袂有人抢走你的爸爸吼。啊，不过即摆大公伫爸爸台边安尼，伊的神经遐尼啊重。
之前恁爸这样维护伊，所以我才无得甲伊赶走。啊，不过今妈恁爸倒伫个北城，伊就无靠山，只要咱无啊惊，做伙出手，咱就有办法甲伊赶走啊，对不？好，我知影，咱赶紧甲伊赶走，我连一分钟，唔对，我连一秒钟拢无想要再看到伊啊。好，那呢，咱即摆赶紧来去陪伊吼。啊，咱去找爸爸。欢迎光临，请坐，请坐。多谢。我是来找陈秋凤女士的。我就是，请问有什么代志？陈女士你好，我是布拉德公司的威林律师，我姓柯，我代表布拉德公司来和你签约。哇，这神秘买家就有好路的哦！啊，拄只才敲电话讲哦，要甲厝租给阮，即马就随派律师来跟阮签约啊。啊，柯律师，请坐。这份是华银合法的权利移转证书，代表这间厝的所有权即马已经是布拉德公司，请你看卖。柯律师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请问你。请讲。现在恁公司要开这么侪钱买我这间厝啊？阮头家是生意人，伊看到伊立这间厝。一定有伊的用意。要唔过，阮家哦，这么旧，搁这么矮，我实在看袂出阮家有啥物价值呢？是啦，啊，这间厝对阮住伫遮的人来讲哦，有生活的基地。要唔过，对外口人来讲，应该无遐尼有价值。我是咧想讲，是不是恁公司并购厂哦？这部分我并无了解。我只是负责处理产权的问题，这是租赁契约，请您看卖。一个月的租金是10000块，无需要任何押金。要租多久，我全由您来决定。若无问题，请伫遮签名等您啊。小王姐吼，你确定你要租给阮的是这间厝吼？店面还佫有徛价，租金10000块，佫免押金。你是诈骗集团，还是做慈善？莫互别讲话啊！无啊，妈，再问清楚啊！无得开是乌口让咱跳的。而且，这若是签约哦，唔知咱佫甲甚物物卖掉。这份合约就是细处的契约，顶悬白纸黑字写甲真清楚。你若有烦恼，有啥物问题，会使一条一条看有清楚才阁签。唔是啦，我只是想讲哦，敢会发生迄种，阮住三工尔，啊，你著甲阮赶出去，迄种情形。哎，是啦是啦，啊，这内面应该有啥，嘉诚，甲妈妈倒看一下吼。好。有这有写一条吼。租约期间，双方不得任意解除合约。哦，有啦，有注明，安尼就好啦。哦，柯律师啊，我想要麻烦你一件代志，是无法度安排恁头家和我甲伊见面。是的，阮头家平常时都住伫国外，要和伊见面有淡薄仔困难。不过，我会将你的意思传达给伊知影。多谢你。唔知影这份合约，恁敢有看好清楚？我还有代志要去处理。哦，有啦，会当请，会当请。多谢，恁签名。下底，这是。
一式两份，就好领。但如此，这份是你的。里面有银行的账号号码，以后达个月租金，照时间去汇款就可以。多谢你。啊，好上你。也没住，到底是像啊？关太像啊！伊安尼雪中送炭，搁派一个使者来传达好消息，我想应该不是歹人啊。希望是安尼啊。志龙已经退啊，卡电话唔接，找伊秘书讲伊请假，无伫咧办公室。现在做刊都已经报出来了，市政府的主管为了要撇嫌，也只好跟我们划清界限了。是搞安怎？市政府的官员传简讯来，说现在记者都在录这条新闻，他们的审查会用最严格的态度来把关。真正秘密比行车较紧，我怪会做官。莫着急啦，等风头过哦，咱的开发案嘛是会当继续进行啊。我为着这个开发，已经投入几亿的资金啊。那真正是安尼，你敢知影公司的损失偌济？咱即马上重要的是爱好好按下遐个投资方。千万袂当让伊退出这个开发案，伊若把钱真正抽走，咱公司资金哦会周转不灵，就真正麻烦啦。这个年代一开始就这歹过啊！你放心啦，我会陪你做好度过这个难关，往好的方面去想啊。至少即马干那剩单曲红一号，其他拢无问题啊。单曲红的厝到底是虾米人买去的啊？张副总到底是查到的？也袂啦，迄个人哦，一定是笑也不得空的，竟然有一千万来标厝呢。爸，我等来。等来就好，来，坐。雨啊，爸爸公司的代志啊，小可无用啊，无去陪伊接你，无怪爸爸哦，啊，我不要紧，顶多是爸爸，你的面色看起来无啥好，是毋是身体出啥物问题啊？恁爸有得要饲这个家哦，是真正足辛苦的啦，三太，你就是伤过重感情啊。无路用的物件哦，唔敢等掉，唔敢等乎你啦，我甲你负担遮尔重。妈，你哪安尼讲你家己啊？你对这个家也是真有贡献的啊，哪会讲家己无路用？杨承浩，你是赔得上。江总诶，放心吧，我特别甲明月结婚啊，以后啊，我会负责甲伊照顾，我嘛会甲伊做伙友好哩。恁要结婚，嘛爱看三太，即马是毋是有心情办婚事啊？三太，你若无心情准备明月婚礼，啊，就无互我来准备好啊。邱如萍，你真正有够自私的呢！都甲你讲三太无心情办婚事，你讲硬要办，我看你根本就无睬伊死活。我知影三太即马为着开发的代志，足无闲，心情嘛足歹的。也毋过伊若看到明月，会当有一个好的归宿，一定嘛会足欢喜啊！爸，多谢你，我今仔日会当平安回来，我才知影父母的温情有偌大。
你原谅我真正毋捌代志，我都体会你的苦心。爸，你放心，我甲成功一定好好建立阮的家庭，来报答你甲妈妈采用我的温情。哥啊，你跟明月婚礼啊，得照恁的意思去办啊。爸爸祝恁啊，幸福快乐。嗯，爸，多谢你。嗯，爸，多谢你。三太，你要唔够你妈。明月姐不是你的亲生查某囝啊，爸，你到底要说你管这姐要从啥？嘘，你这个家除了我以外，是有谁在关心你爸爸？我当然嘛要替伊加讲几句啊。想当初啦，明月安尼话走就走，啊要动手术需要用钱时，才回来找恁爸爸。今麦好啊，就想要嫁出去，恁爸就答应要派伊办婚事。你拢唔知影，今麦杨氏集团拄到偌大危机，偌需要钱啊！三太，阿伯办婚礼的钱，我去想办法。哼，笑死人！你想什么办法啊？卖办婚礼卖用的啊，我甲成功会当登记结婚。不用的，你是我杨三太的早嫁，唯一的早嫁呢，你哪会当无办婚礼啊？啊，卖听恁阿爷咪讲。爸，阿你。现在这个开发案敢真正确定要延后进行啊？因阮总经理啊，也真关心伊后来发展该安怎。你是有啥物资格代替恁总经理来问三太啊？你敢那是一个特助尔吗？姐夫是宏腾集团的人啊，伊关心这个开发案嘛是应该啊。搁再讲啦，你若继续在遐讲迄有诶无诶哦，伊若搁遐吴总光阳氏集团的歹话，你就惨啦。成功不是这款人啊，陈浩是在讲孙笑，但大家拢知影，成功不是迄款人。陈浩刚那是在甲伊妈妈提起做人基本的礼貌。江总诶，阮总经理啊，一向是伫就事论事的人啊。伊开发案，卡叔讲，那是要进行的空间，伊绝对袂简单就放弃的。是讲。咁需要跟阮总经理见一面啊，这我会当替你安排。哦，好嘞，我嘛应该跟吴总的记者那边，把代志讲好清楚。我靠，时阵成功，才麻烦你安排一下啊。好。啊，对啊啦，爸，拄则伫咧病院时阵，我看到高张敢若受伤，伫咧病院治疗，你可否找时间过去看一下无？恁高张哪会受伤啊？敢若是伫咧仓库摔倒，有淡薄严重。安尼哦，我会找时间去看伊啊。啊，明月，你才拄倒来厝内底，该休困就爱休困，知无？爸，你嘛同款，该休困就爱休困，来收听无？好，我爸来去公司啊。你别太过烦恼恁爸爸啦，阿姨做生意遐尼侪年啊，什么大风大雨无拄过啊？小巴想要怎要传拳击影片给我？小纯，这个拳击比赛的暴力美学让我想到你，狂野与美丽，你是我永远的女王。家纯，上班时间唔好发上班，
在传简讯。你若遐用哦，倒想些办法啦，让人客来咱餐厅啦。即马疫情变得最严重个啊，一挂旅行团订单拢取消。搁安尼落去哦，咱餐厅早晚会关门啊。哎，蛋姐哦，你去门口发传单啦。总经理啊，我去发传单，你就要印宣传单啊，安尼加开钱哦。你这样搞算，贵气啦！你家己请无薪假，安尼咱会用个减一份薪水。谢谢啊，安尼嘛好啦，我就有时间会当陪我男朋友。男朋友，哈，爱讲笑。啊，你当时有男朋友？我有男朋友啊。你看。是不是谁这一表人才，甚至吼，伊个全身上下充满忧郁的气息，而且伊阁是一个艺术家哦。嗯，啊，你毋是讲你是不恋不婚不生主义？哈，我知影啦，这一定是你为网络上啊凊彩掠一张个相片，想要甲我骗对无？嗯，哇哦！不婚不恋不生主义，是因为我的美貌，常常拢掠一挂好心伫我身躯边，咧飞来飞去，足烦的啦。啊，不过即摆咧，足无简单出现一个哦，袂歹的对象，撩我撩到这么安，爱我爱到要死要活，我只好勉强享受一下爱情。嗯，这款人哦，看了知啦。伊这今年哦，一定想要骗财骗色。你上好是较注意啊，啊无是搞优惠就白活。无可能啦，因爸爸足听话诶，而且伊身躯边诶人我拢识识，伊无可能敢对不起我。因爸你也识识哦？你嘛识识啊？因爸就是海龙王，而且伊是伊唯一诶后生，所以是名副其实海王子。啊！啊！你是啥物时阵识识着咱个后生？唉，一切的一言难尽，都是缘分。咱办公室的头花哦，拢互你抢走啊！但你着有法度去甲董事长的后生交往。我的查某囝，煞去爱着一个破东边的人，哼！妈，嗯，讲人人讲，买乐透了将来买人家正规。我总经理，嘉纯，您好。小飞，今嘛是上班时间呢，你来怎出去约会啦？我总经理啊，我听于飞讲，你家有你们银饰下午茶，而且是限量版，你设计师设计的茶具，要送你。妈。其实德国在台湾已经绝版啊，正全是专工为欧洲订的，真正有心的。我的查某囝啊，硬要甲一个破病人交往，我哪会心情啉下午茶？哦，嘛是无爱啉下午茶哦，啊无直接啉迄就好啊啦。啊，为着不管怎，你拢袂答应啊。哎，刘嘉纯，莫别人你食面你化烧哦。我看你迄什么海王子，恁爸嘛无一定会答应啦。我一看就知影无什么正当职业，恁爸看起来阁敢那乌多同款。我才唔管阮爸有啥物意见，而且阮爸嘛无资格管我代志。小贝，我听你，绝对哦袂当向恶势力低头。你莫遐乱哦你啊！我不乱啊。小贝正群，我先去外口无闲哈。这礼物哦，你摕回去，我袂用收啦。妈，小飞，你叫伊回去啊！即马是咱上班时间。是的，我先来。曹德公啊！爸，爸，大姐。
我带去。哎呀，那流汗你嘴干啦。我快来倒，快来倒。不爽快，紧叫伊回去啦。妈，你莫安尼啦，我正准备休困一下啊。我这也不是病房，嘛不是大个饭店房间啊。要休困，紧回去休困啊。高总经理，李飞、郑群、金满娇。哎，陈浩啊，啊，你是来找阮小飞啊？不是啦，郑群，我妈雄雄无要跟恁签约啊，我刚才不理过。我手顶有一挂电商平台的资料，互恁去试看卖，不哩甲恁做一挂订单。啊，陈浩，你真正足有心的嘞。虽然哦，你只是商品部的经理，啊，不过你唔呐有心哦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有一个健康的身体。健康哦，才是最大的财富。陈浩，多谢你替阮介绍迄个电商平台，我会去问看卖咧。明天来客气啦。罗文杰，你干阿紧？我徛就徛袂济啊，那有可能无要紧。妈，卖讲啊啦。罗正学，昨昏伫健身房跑步机比赛，你顶晚走两点钟，拢无要歇困，运动过量，即马啦，脚软特别知啊。恁昨昏伫健身房比赛？是啊，我看迄个男朋友应该是踢腿才会徛袂知啦。伊迄个速度，我走一点钟我就软脚，伊走两点钟呢，伊即马讲伊破表，我就无要信。哦，原来是安尼才会徛袂知。妈，你听着无？你误会郑群啊啦。感情是啥呢？啊，对啦，正确。昨昏小苏我叫你一杯咖啡，今麦到伊啊，我养你啦。安怎？两卡啊，我扶你啦，行。妈，你明明就知影正确身体无好，你搁一直讲话甲伊口舌，你害我这个做查某囝，感觉足见笑，你敢知？我讲的拢是实话，天下间倒一个做妈妈的，愿意家己查某囝，甲一个破病的人交往啊？郑群的病是会当治疗的。你想讲我无一点仔医学常识哦？迄罗郑群的病哦，无药医啊啦！你讲安尼就查郑群，我就歹查了。我查陈浩明明就讲，伊是因为运动过度，身体才会较虚的。啊，运动过度就跟咱死人同款，这款身体，你搁唔忙也当陪你一世人哦。高宇飞，你是不是太多你？差距太远啦！我听阮姐讲，灵葡萄汁会当补血，就讲你啉啦，看是不是咱改善你大家血。你唔那是一个好人啊，我是一个笨人啊。我唔那是一个去用发好人卡的好人，佮是一个对亲戚真好的人啊。刘振南唔是你啊，搞救出来，无就对啦，我真正昏倒去。何振学，我问你啊，你今麦北京到底想做？为甚物特别流鼻血，又佮大家心特别稳？你唔讲话是安怎？到底是偌严重？我最近情形啊，真正是愈来愈歹啊啦！我甲进前去美国主治医师聊过啊，伊是建议叫我回去美国做详细检查。哪会回去做检查？若身体够好，你甲余飞才会有平和未来。我若是去美国，安排当时。叫阮回来啦！啊，不是等于做检查尔呀？检查结果若是无好，我来到伫美国继续接受治疗啊，那有可能化回来就回来。我甲余飞拄啊做伙尔，特别改分开啊。嘛唔知啊，我无伫正位置啊，我妈也是嘛，今早去找伊阿弟。罗振全。
你这样也是奇怪的，做投资这么快很蠢，怎么会拄到感情在那咕咕摸摸啊？那我这是我，我就跟宇飞做伙带回去美国，一边咱看医生，顺续在遐登记结婚。带去美国？罗正全，你真是幸运的呢！你真正拄到一个像我这么仁慈、够能替你想的情敌，你顶世人应该是有小好幸福。严哥伊妈，哪有可能会答应啊？可以不要去美国啊？莫甲伊妈讲就好啊！搁再讲啊，就算伊妈无答应，又安怎？于飞伊也毋是未成年啊，伊想要去倒去倒。敢讲伊妈会当家己卡绑起来，还是家己关起来？莫搁再嘀嘟啊！会照我话去做。啊，若无你逐天伫遮想安软脚的，于飞同款烦恼，伊妈同款摇头。好啦，我回去哦，我想看卖啊，看哪做，对大家再想看。想这在要创啥？对你甲于飞好就好啊。虽然啊，你也是把我当作是情敌啊，但我已经把你啊当作是朋友啊。你吼，想要是把你的身体顾好。虽然讲我真想要甲于飞抢回来，要唔过我是个趁人之危。啊对啦，啊恁排平安怎？你敢有怀疑到你才来啊？无啦，要唔过这两天因为这件代志，食袂落困袂去，我感觉我有淡薄歹势。咱其实啊，什么个想法敢若上帝，咱拢无想看到开发案出问题。去害到杨氏集团，够不够人啊？阿不是？是啊，这两天吼，我看真侪资料啦，有真侪建案起伫无适合开发的所在，造成真侪问题，甚至出人命。各位相关公司做赶快的问题。你真正是一个头脑真巧，手腕嘛真好，善良不混乱的正人君子。你以后若接触恁公司，一定有一番成就的。罗正全，我敢那是替你买一罐葡萄酒尔，你免这么恶劣我。假使讲你真正想要感谢我，你得伫你妈的面头前替我加讲两句好话。假使这个建案无完成，投资方遐一定怪罪阮爸，你妈那边就麻烦你啊。这你放心，我认真的。对啦，你别去对啦，我送你去。我会登记我的文件啊，你们跟我妹呢？我家己啊，没事。哎，我的好人做到底，只是我人无爽快，我送你过去啦。没事。等。你起过来，这几天我拢睏袂好，我若想到你是因为我来受伤，我都无得睏。万一总今日若是发生什么代志，我会做自己死人。是我无心甲你抱落来，含你也无关系啊，我袂怪你啦，你莫自责，莫难过啦。宋经理，刚好。你一定要赶紧好起来。妈，我来看我爸爸。我知道。郑思思。你甲阮爸爸害到安尼，搁个无够凄惨是无？你安尼哭，是家己带衰嘞！总经理会变到安尼，
是我害，我真正感觉足实的。你莫伫遐假无辜，既然你知影是你家己害到安尼，那呢，你也离阮爸爸愈远愈好，滚出去！啊，唔滚出去！阿爸，好出去啊！文珍，文珍，我知影，你对恁爸真紧张，啊，不过你无需要这么激动啊，吼。曾思思，你敢唔免去上班？即马我甲文珍已经来照顾啊，家无你的代志，你先回去啦。阿哥，总去。思思啊，这几天无在公司哦，公司有事情代志要处理，你先回公司啦。啊，若有代志，再来跟我讲。我知影，总经理。爸，哎呀，文珍啊，我无代志啊，你莫艰苦，莫哭哦。你拢今安尼，我啥物安怎无烦恼啊？你敢知影？我跟妈妈就知影，你有遐尼悬的所在上落来，我拢烦恼到要死，到要惊死啊！我规暝拢无睏，就伫个病院。我咧想讲，万一你若是安怎，我母仔是要安怎啊？拢是曾思思迄扫帚起害啊！即个害你哦，出遮尔大个代志。也个你怪，是你叫伊趁我摕物件，代志毋才会变安尼。就算是妈叫伊去仓库摕物件安尼，伊嘛会当叫管理员甲伊斗相共啊。伊啥做要伫遐计较，家己在楼梯爬起哩，根本就是超工的。伊一方面就是想要伫你的面头前表现，予你好乐意；一方面，佫要予你怪骂，是咧刁难伊。即摆好啊，伊害你写到遐尼啊严重，拢是伊害，伊爱负责。好啊。我无代志就好啊，阿爷是超工的啊，是要负什么责啊？爸，你看你，你搁咧威吓伊啊？我唔管啦，伊就像像妈妈讲的同款，伊就是一个扫帚星，伊会甲你带衰，我以后唔准看到伊搁来甲你看。啊，公司的代志爱替我处理，爱来向我报告，哪样无来啦？你真简单啊！阿文珍本来就是公司的主管啊，已经了解公司的运作，而且伊阁是你的查某囝，你会愿信任伊啊？在你断言的时间，你就让文珍等于公司上班，代替你哦管理公司啦。哎呀，杨哥哦。啊，无安尼好啊，妈，我来代替爸去公司处理代志，啊，你就伫遮好好照顾爸，等我下班我再来跟你交接。哦，我来好好照顾爸。这个安排真好，得安尼决定啊！哎呀，恁两……爸，李文珍今麦对我的态度愈来愈歹。甚至把我接近总经理一卡步，原本夫人就对我无好面色，即马总经理搁倒伫个病院，因为伊无我囝，一直更加来刁难我。我到底应该安怎做才好？还是讲我归期时节倒去厝诶？啊，不过真要即马嘛无新的工课，若是连我嘛夹头都死掉。四角龙的人拢无收着，真普阿哥出来底开销是变安怎？姐，姐，你来啊？还在？
姐，你在想啥？拄则我在叫你，你拢无听诶。我啦，无在想啥。啊，之前伫电话中，你讲真真好，啊，即摆看到你诶面色，真正足好诶，充满活力，我真替你欢喜。啊，那你咧？你甲姐夫诶状况敢有较好？阮两个人哦，想要好好啦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这款伤害哪有可能一个就好。我跟佳瑶现在是相敬如宾，再加上伊是姐，一直找无头路，情绪变得真敏感吧。啊，现在跟伊讲话，我拢爱先想一个，确定袂刺激到伊，我才敢讲。原来你拄只由头改变，是伫想这件代志对无？看开哦，这个几乎和你的伤害真深，要好好嘛无可能安尼简单啊。阿哥不要紧，人在讲啊，时间就是最好的良药。我相信哦，只要恁有心想要好好，啊真为对方设想，我相信会有好的结果诶。希望是安尼啊。阿哥就算我会当好好。这感情哦，嘛无跟你家家嫂同款啊。姐，你莫安尼想，啊，就算无发生这件代志，人的个性嘛因为时间来改变啊，感情嘛会偷偷变成甲情人同款。这得看恁两个人是不是有心想要做伙一世人。而且，你那就是上好的润滑剂，你若感觉甲姐夫斗阵有淡薄碍用。你当甲真普嫁过去，甲你做伙住，这确实是真好的办法。我甲佳瑶参详看卖。